好，下面一首《骄傲》。刚才我从耳机，我戴着耳机的人都有听到有人说王源最可爱，给我闭嘴。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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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拒绝呢？这直接。就不可以。就是我都不会让他把这个词说出口，你知道，就是还没说出来这个，他把嘴巴合上，给他摁掉。那如果下次他们再要在就是台下集体喊你，直接立刻我这把耳朵捂住。是刚刚吸引了圆圆的注意力，但是对不起，骗了你，我这边是可爱。就是我觉得圆圆应该不是本色。小圆儿唱起来啊。我想对你讲，但别瞎叫。就看临场反应嘛。今年我准备了个粉丝接话的歌，今年就是你要接我让你接个够，是这样。痴心妄想，痴心妄想，痴心妄想。人民保安，一看长相，二看穿，白天行，夜里偷。